OK， 我们今天到了这个保安街这里哈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Starbucks 哈，它是依附在那个台北城大饭店。好，阿安山哈，我们就去吃我们平常还蛮常吃的这个两餐。哦，啊，这里的用餐环境是这样子，就在重庆的家乐福一楼，这间空间还蛮大的。你看，他都吃到饱三级，多种韩式炸鸡免费加价，他现在就有四种炸鸡，你先吃我两种哎。这里是酱啊，然后你给自己调，这样很多吧。哦，像这里哦，有我很喜欢的炸鱿鱼，炸鱿鱼我看到，然后还有炸饺子，这也是让你加到那个锅里面去煮，对，然后有炸鸡块，柠檬美乃滋炸鸡，这里有写，你对一下应该是柠檬美乃滋炸鸡，这就是酱拌鸡块，很漂亮哈、哦。然后这个是青阳美乃滋炸鸡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就是他们街边最常出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去韩国啊，就可以看到街边会所有的地摊都会有这个东西，就是鱼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拿鱼板就是用这个，然后你要选已煮熟啊，这也是预煮区哦，啊，然后这个一直补。好，然后这个我记得我在韩国吃的时候，一串是1500韩币的，这样子，韩国都是这样子，多种颜色，对。OK， 你看这里就有进口鱼板，我记得外面有在卖那种一大包的，直接跟韩国那边有大厂可以进。他们也是从那里进来的，然后我看一下饮料，这是茶啦齁，然后可尔必斯的冰沙两个，水蜜桃的嘛，原味的可口可乐，凤梨果醋，可尔必斯都吃到饱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扫一遍，对，再看一次这里，这里很多，你在外面买一包都要四五十块的东西，对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夹的第一轮的哈，你看一下、哦，这个是加点100块就有肉片，有牛肉、猪肉、鸡肉，然后我们只叫牛肉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鱿鱼，对，什么鸡块？青柠，青柠那个鸡块，美乃滋鸡块。然后酱拌鸡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锅底，哦，锅底的你可以自己调辣度，然后它甚至还有奶油酱，还有釜山酱，什么酱很多种，你也可以在里面加，cheese， 也可以在里面加火腿、玉米这样子，然后呢还有泡面、鱼板，就是经典的鱼板，哦，还有刚刚那个。我说的泡发鱿鱼，还有火锅料，这样子。
来，首先我们吃它的炸物了哈。最多人吃的这个酱拌炸鸡。应该是酱。它记住这个位置。酱的味道就是很经典的韩式炸鸡的那个蜜酱。然后它表皮还是酥脆，里面肉不会柴，然后有一股那个鸡的香味。这个炸鸡还不错，有鸡肉的香味，炸鸡还不错，很不错。然后我们来吃一下这个，应该是青柠美乃滋，柠檬的香味出来，美乃滋配炸鸡很搭，不会太腻，这个酱很不错。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，OK， 还是出来。是酥脆的。如果啊，我们在那个菜市场买那个花枝，有没有炸花枝？也不过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也是吃到饱，所以我觉得很划算。光凭这一点，我就很推荐各位来这里吃。然后，好，来，哦，他们的鱼板啊，就是。鱼酱成分比较多，它有说它是75%，所以吃起来的呢，鱼的那个香味比较足够一点。然后呢，口感是很 Q 的，然后是有点韧性。来，这个是煮好的那个 topoki， 就是它的那个年糕，很容易就可以咬开，但是呢，还是 Q 弹的。然后里面的那个年糕的那个香味啊，很足够。然后越嚼越香，好艾草吗？你试看 ，Q 软，嗯，最传统、最经典那种，这个更 Q 软，然后呢，嚼劲更好，然后年糕的香味越嚼越香，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我最好吃，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，这已经。有点，25%的面，75%的年糕的感觉，看这样，它是里面最 Q 弹的，然后呢，不知不觉多吃了，对，所以这个会很顺口，是我最推荐的这种年糕。然后它的那个鱼板，这是另外一种鱼板，是让你煮的，你试看。这跟那种一串一串鱼板是类似，然后一样是鱼浆比例比较高，所以鱼的香味比较重，然后没有鱼腥味，很不错。然后这个是泡发的鱿鱼，嗯，好吃，鱿鱼香味有出来，嗯。它不是一般那种用，它不是那种用药泡发那种。这是煮一煮，我是有吃到鱿鱼香味的那种，很不错。这个是它的鱿鱼花枝，你看这个花枝的量。哎，你吃，你看我这样子一份，在菜市场买都100-200了。来，你要吃到真的还是炸鸡啊？嗯。嗯花枝的比例多，赞！哦，这个很漂亮啊、哦，这个是正统韩式炸鸡。很好吃，不错。这个是他们的传统的，这也是路边都会有的紫菜卷，但是里面是包来，这个是它的肉，要掉了，来，这是它的肉。牛肉的香味先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它的这个酱，倒是没有压过牛肉的香味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一样可以煮得很嫩，好吃，这道好吃。这个是超级好吃。来，超级好吃。来的时候哈，一样吃这个。它这个你在吃寒假鸡的时候，通常它是附一盒这个嘛，对，这个也是吃到饱。然后它的那个萝卜臭味也去掉，很不
很不错，冰冰凉凉。这里哈、哦，就是两餐，它的当初的用意就是它可以让你换成那个，让你去煮那个泡面，然后刚才那个锅子后面也可以去炒成炒饭，啊，那是他们的用意，当初的设计用意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煮的是这个炸酱面，啊、哦，比较知名的牌子。然后不用吧。好、啊，那我们今天好、啊，今天就这样子。好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加了肉啊，然后呢，价钱是1482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哈，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对。